新闻首先先来关心公益活动。虽然即卖已经渐渐啊趋缓，毋过赶快爱认真做好防疫工作。开播新频道优刷电视，秉持着在地企业的社会责任，十二号甲复兴乡公所伫外埔社区活动中心举办暖心送爱、共心抗疫，祝福中者健康。防疫物资关键仪式，关键了酒精，催安好复兴乡23个社区来照顾长辈健康。复兴乡长朱仁丁甲代表会主席洪振松以及社区各界都表示娱乐甲肯定。开播新频道优刷电视，成为咱中华在地媒体长期重视公益服务，是积极照顾社区邻里。对抗看袂到的病毒，一刻拢袂当放松。特别准备防疫物资、酒精甲嘴安，送予复兴乡23个社区。伫复兴乡社区共餐，伫要恢复时阵，真正是来个拄啊好。村里社区的活动哦，拢会使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进行啦。所以即届哦，阮就建议先做口罩甲酒精哦，以防讲啊，接下来再来这个活动哦，拢会使顺利进行、平安进行啦。嘛希望哦。大家对阮公司啊有啥物建议哦，会使透过阮的客服啊，是阮的记者，拢欢迎。阮嘛希望讲哦，伫这个生活啦，会使带给大家最好的欢乐。复兴乡长朱仁丁、代表会主席洪振松以及23个社区理事长、村长代表，拢真感谢新平岛优沙电视爱心。乡长朱仁丁也颁发感谢状，感谢新平岛优沙电视长期以来热心地方新闻报道服务，协助宣传复兴的乡镇，经受到地方肯定。即摆已经开始过来咧办共餐啦，需要一寡口罩啊、酒精。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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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会当阁甲我讲，啊，我这边只吼，我会当阁来找看嘛，有哪一挂公司会当甲咱斗相共，甲咱赞助，咱就安尼，加减啊，阁摕一挂转来用安尼吼，若有需要，你阁甲我讲。啊，非常感谢咱代表会这边吼，咱在代表吼，大家安尼做伙吼来关心这件代志。咱主席吼真就一直咧交代吼，咧关心伊讲吼，啊，疫情安尼吼，啊，是毋是讲咱在社区有安尼正常咧推动？哦，有正常咧推动，啊，所以讲吼，因为咱这段时间拢休困，啊，所以讲吼，今仔日啊，因为咱的啊，福伦社这边有赠送物资，啊，搁咱的开发这边赠送的遮物资吼，所以讲我特别甲咱的主席甲甲所有代表来邀请，大家做伙来关心。公益我都做，伊会尽量来做。哦，这我唔是咧开玩笑的，这真正乡长，乡长真客气，所以甲阮代表会怎啊，任何一个代表拢真好。我甲你讲，咱公正经的，我一个做主席，我唔捌落乡长，阮乡长就头一个。乡长真客气，讲我社区，我国川，我会好好做。主席，你甲配合者，互你甲斗相共者，我好运做八年，啊，我会好好做。我无要得啥物，伊要得一个人。伊讲哦，伊要认真啊，为咱复兴做代志，所以理念我认同。资源有限，但是名利是无限的。开播新频道优沙电视，也希望会当抛砖引玉，予更加侪企业做伙来响应。希望大家伫后疫情时期，会当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彩虹报道。